要不要不要不不不不不可以。哎呦，舒服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一技能挡了一个技能，一技能哒哒哒，他跳过来回去，哎，回回回回回，是不是？他顶出来没？我这边一技能扫他到脸上，有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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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会有大吧，哥？有大，按普通攻击二技能。OK， 直接秒掉二技能，大大前前后后前，往这边卡住他，一手二技能减大速炸他，他死了，他舍不得走。呀呵，那你不许吃这个兵，跑！这里二技能能减到速 ，A 两下，再 A 一下，再翻滚，他回来挨打，给了个大招，死一个，再翻滚，闪现二技能，预判 A 死了，上挑接二技能，拜拜。普通攻击大招上挑接二技能，再二技能，普通攻击推一下二技能，漂亮，兄弟。可以，这个背摔有点东西，兄弟，这不就起飞了吗？别咬我啊！我可能要走了，我跳走，哎，去不去？我吃烤鸭，哎哎呦啊！这啊，我真的很烦东皇这个英雄，你知道吧？我服了，他又有大。哎呦，这个东皇是真的恶心，这个英雄怎么还不删掉啊？我是不是还可以拿个红啊？我感觉好像是，哎，那个，我有进化，他死了。这，啊，扛不住呀！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！技能没中，完了！哇，真的是！啊，这个东皇真的是，等一下要把这个英雄禁一下，可以的。这真的好肉啊，兄弟！哎呦，尴尬，我以为我能秒他的，这都不停的在死呀！哎呀呀！我，这是机会吧？这手预判一下，两下。两下咬住，咬不咬？不咬，咬他，也咬错了。不过也无所谓，就这样在里面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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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